测了这么多天奇葩问题，今天回归一次正常的细节测试，你们应该不会介意吧？有位网友想知道用炸弹炸雪会不会把雪炸飞？这个细节我之前偶然间发现过，今天借此机会分享给大家。在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注意握脚下积雪的厚度。现在退后扔个炸弹，静等它爆炸。看到这漫天飞舞的大雪了吗？用炸弹炸雪确实可以把雪炸飞，不过你以为儿星的细节就止步于此吗？刚才被炸过的雪地其实变浅了，就连主角的脚都没不过去，之前可是过膝的，这个细节真的没谁了。事实证明，用炸弹炸雪不光能把雪炸飞，还能改变积雪的厚度，以后要是嫌弃在雪地中走得慢，不如就用炸弹开路吧。还有人问油和水会不会混在一起，提问者的脑回路很清奇啊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把油罐车开到水里，这样漏油的话正好能漏到水里，来看看是什么效果，竟然溶于水了。按理说油不应该浮在水面上吗？你这个油是假油吧？既然如此，那不要也罢。还有网友想知道，如果从高空摔到地上，是否会有人形痕迹？这也是个很刁钻的问题啊，如果是从我经常光顾的那个悬崖掉下去，是不会产生人形痕迹的，因为地面比较硬。但如果是在道路上，比如这种比较松软的土地，就连普通的摔倒都会产生痕迹，还有一开始的雪地上也一样，所以摔倒能否产生痕迹是和地质有关的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记得三连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